这闪电太厉害了！这个紫色的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吗？下雨。
开始滴点了。为什么又来一个紫色的？那为什么雷这个是紫色的？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今天好奇怪。哇，这一下子把天空都照亮了。但是，屏幕里为什么是白的？为什么我们看的有点紫呢？对，反差，颜色反差。那就是粉红色。哇哇！开始下了。这雷为什么只在天空的薄层突然是一点儿，只能见到飞机那种程度？那为什么就见不到我们呢？高。它只有在云有云彩的地方才有闪电。那不是晚上哪儿都看不到云吗？下起来了已经。仔细听雨滴的声音。走到那个桥，快到桥了都开始刮了。已经下大了。嘣！把我们吓了一大跳。下吧！我的妈呀！电闪雷鸣。避雷针那是？这个是避雷针，应该是吧？哎，那上面有一个小针，看到了吗？那就应该是避雷针。避雷针为什么有奇形怪状的？我的妈呀，电蚊蝇！我猜这个小雨滴应该是小冰雹，大冰雹。听一下声音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吓人啊！电闪雷鸣的时候，就感觉闪电是给灯照亮整个小区。哎呀，好吵闹呀！下大了。Very noisy。你知道我刚才说的啥意思吗？非常吵。太吵了。爸，我好像看到雨滴。Thank you.